杨超越即将推出新歌，但这一消息并未引起预期的广泛赞誉，反而引发了不少质疑。有人认为这是她在演艺道路上遇阻后，选择回归音乐以挽留粉丝的无奈之举。当年在创造营的舞台上，杨超越的表现并不突出，出道后无论作为演员还是歌手，她的业务能力一直备受争议，如今她似乎陷入了尴尬的境地，让人不禁为她担忧。这次新歌发布究竟是她成功转型的契机，还是事业困境中的无奈选择？她的未来将何去何从？这一切都让人充满期待与好奇。